不过呀，对对对，那年纪太小了，操作太好了。对，不是我意思就是你有那个嘛，就是别的形式，知道吧？就是，但是要把撸要练好嘛，就不可能很菜嘛。哎，感觉这群发言发出来，前面所有诊断都垮了，没有，一诊断都垮掉了。哎呀，你妈太蛇皮了！没有呀。哎呀，太蛇皮了！没有呀，挺好的呀。啊，太蛇皮了！30秒到达战场。太蛇皮了！哎呦。特别好。嗯。我的熔炉就是我的家。怎么可能当教练？我他妈当老板的人怎么可能当教练？我操！我肯定是他妈精神领袖呀，兄弟们！胖妹，好好哦！现在四皇已经不是胖妹了，真的。四皇现在减肥好猛，对，现在已经越来越有魅力了呢，真是个迷人的小妖精呀！再减30斤，我会努力的。你会努力的，那就加油吧！加油 ，OK。谁是上路开的？呀，好凶啊！溜了溜了溜了，你妈打不过了。还没闪的。压哟！你妈奥恩前面打不过 TP， 质量是很快，但不是很硬。呀，他妈打铁皮不好打，这逼他妈有个 W， 我风箱延续吐了他之后还会被他搞。香。这波很他妈关键，你知道吗？他游戏没了。
穿 A 字 Q 的狮子，我 Q。哎，那个是怎么出的？就是这么出的是吧？打他妈铁皮必须要出深渊面具啊！讲道理，100点魔抗，奥恩把这个强化了之后加他妈100点魔抗，太夸张了。对面中单是个刘用，没有。呀，加快去，快加！呀呀，他的妈，你知道他有多变态吗？呀，我的羊他妈的，他给我关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奥恩真他妈是被铁皮吊打，没有任何操作空间跟他打。哇，好猛！我操，太变态了呀！而且我就一我 Q 了他一技能 W 消耗这套，他可以开 W 打，然后征服者就一直敲我，我其实会被打得非常的痛苦。他妈这个闪射宝石他巨少。我不能跟他对线，我跟他对线打不过。研究了一下，溜了。你看吧，我这个 W 它可以。可以挡我的。哎，你那里还没好吧？没好啊。啊？要把他妈被我抓这么多次，都是因为这人打得太凶，打得太凶了。其实感觉抓他其实也没那么好抓。可以，我以后对面有奥恩，我就用铁皮来打。
我觉得我出了十枚运币都不见得打得过他。他杀是很难杀我的，但我打是打不过他。不是你他妈觉得你现在打得过我的是吗？哦吼，好像确实打得过。哦吼，好像确实不太能跟他对抗。他那么 W 可以挡我耗血，他妈太赖了，真的。而且一技能可以打断我的一技能。是真杀不死，打不赢，打不过方起喵。只能发育跟他打，兄弟们，换不了血。这波其实能打，我没打好。有羊的话，我满血有羊跟他对拼一波的话，有机会，好吧？有机会。现在装备优势，其实刚刚有机会的，这波没打好。妈了个逼！主要我这个技能会被他的 W 完美 counter， 我唯一的伤害技能会被他 W 完美抵掉，我就没伤害了。然后他有征服者打我可以一直吸血，我要出个减伤的才能跟他打，不好打。他没大，走，等一下，别急。哦，你装备挺好的呀，我操，十一级了。铁皮其实不看他妈你肉不肉的，铁皮这英雄打坦克就是快，征服者加那个一技能百分比减魔抗，他妈坦克跟他打真的吃亏，感觉金属是最好抗这坦克的。
是了，你说一下，他是定了。我打这流浪才痛，我打金属打不动，他妈打流浪好痛。然后十二级我才顶，十二级他妈的多多少，多一百多四十点的副甲，应该是四十点的副甲，五十点的魔抗，四十五的魔抗，白给的，我看会不会多血，血也要多，血也要多三百，三百二。呀，奥恩这英雄其实真的还挺变态的，这种，他的打装备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等级很重要，这英雄对线其实不能炸，炸了没等级。这豹女玩得好开心呀，你妈的个逼。现在应该还是打不过这个铁的，我去试一下兄弟。铁男应该是会刷石头人的，没了。人类也做过一件好事，有啤酒。
知道他打过有多难吗？我晓得，这英雄无敌单挑。这英雄是 AP 克星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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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他妈打到跟他妈对手厉害一点坦克才他妈好玩，不然他妈的一个豹女就他妈杀完了。他们打野太晚了你知道吗？嗯，这打野太他妈了。皇子是有点蛇皮，所以他妈想去打韩服，这电脑上没有韩服，明天再打。